吧，日常生活了，那可能就要请假了。感谢峰回路转的支持跟肯定啊，谢谢谢谢。好，这次答对了，会把你的祝福传达到位，谢谢林菲菲。好，这个 Stars J。可以啊，我们在浙江的杭州也是有那个集训的那个校区，看你的户籍是哪里，如果是浙江的到浙江杭州，如果是安徽的欢迎你来这个安徽的合作校区。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那个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要加入粉丝团，因为到时候抽的这个直播间的奖项的话需要是在粉丝团里抽的。现在不说话，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喘息声。这个单腿细腿跳啊，出一份比较详细的这个时间安排。如果是安徽本地专升本的话，应该你的目标学校应该是安义，对吧？这个穿豆沙绿衣服的这个姐姐，她现在已经出汗了哟。对，这个是23届的这个用户2081135。那你是不是跟我联系过呀？我的声音好耳熟。对，如果是安徽本地专升本的话，只有安逸。他们目前脚上戴的这个一只脚应该是1.5kg，应该是1.5公斤的，大概是3斤的一个样子。适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按照这个程度去练的。这个冬天幺幺，我们到时候必须按照程度去分班的哟。就是所有的练习的第一要义都是安全。嗯，对，这个班基本上是都是普高生。对，我是魏老师，这个倒是这，你是不是有我微信呀？啊，又有一个人来问我啊，这个嘉兴吗？是叫？对，脚腕上的这个沙袋是1.5公斤的，也就是3斤。寒假班的收费标准可以在后台详细咨询哦。7:20我们要抽取第一波奖项啦，大家一定要记得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团，马上我们的福袋会开始抽奖，
艺校生的话，说句实在，可能会比普高生时间短一点点，但是也需要根据你的舞蹈基础以及你的身体条件来具体的去做一个时间上的规划，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信息，可以后台留言你的身高、体重，或者是你现在的舞蹈基础，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普高生的话，可能考艺术类的院校难度会更大，所以大多数可能会通过省考成绩直接走综合类的院校，但是也不是说一定就不能去艺术类的大学。因为五研每年都有普高生考上不错学校的，你像去年就是北师大第一的那个普高生后来就去了民大。哦，郑州现在疫情确实是很严重哦，提前放寒假的话也得需要等到1月2号哦，因为现在这一届就是应届生们都在进行考前的这个冲刺，所以你现在过来的话可能对吧课程感受不会很好，等到你寒假过来的话，我们会针对非应届的学生有专门的课程啊。谢谢冉冉升起表扬我们五研的小姑娘们，我感觉每一个小姑娘都长得特别的漂亮，特别可爱。情歌王应该是所有舞蹈生的噩梦吧。舞蹈会有这种专升本，你要是有具体的情况，可以到时候把你的信息留到后台，然后会有专门的舞蹈老师给，就是这个咨询老师去联系你。Stars J， 南昌田是我去带，你是谁呀？我好好奇哟。对，安徽金炫呀，你好。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抽奖了哦！马上 KK 开心会打上我们这次抽奖的这个口号啊，大家记得在公屏上打上。那咱们本轮抽取的是这个免提学费的两个名额，然后大家在这个公屏上打出五研安徽分校等我，那待会儿在我倒计时之后呢，我们将抽取两次，一共是两个名额，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粉丝团灯牌啊。KK 开心老师发的五研安徽分校等我就是这一次的口号哦，大家可以打上，然后我们马上进行抽奖了，倒数五个数，下一句不是上链接啊，是我们开始抽奖了，5 4 3 2 1，好，我们开始抽奖。好，我们先不动，大家截一下图啊，中奖的是 C， 第一个 C， 大家中奖的可以截图保存啊，然后后台私信我们，然后可以联系我们领奖。好，第一波抽奖已经结束了哟，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继续刷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抽取第二个名额，然后这一次的话是免寒假营一期的这个学费。对，那现在开始倒数，5 4 3 2 1。那恭喜我们相随，然后可以截图保存一下，然后后台联系我们。稍等一下，相随好像我记得没错是应届生的家长吧，就是已经是五研在读的家长是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你再把这个图放上来，应该是第二位吧。相随是我们应届生的家长吗？就是那个小鱼头像的这个，哦，那就是相随，不好意思抱歉，那就是相随中奖了，回头联系一下后台哦，记得领奖。你们来干啥？怎么都来这儿上课了？那边咋了？那你们有今晚上提能吗？那咱们这轮抽奖就结束了。上。大家可以，我们后面还会有抽奖，然后大家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的小伙伴可以点亮一下咱们这个粉丝团灯牌，然后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你今天晚上队伍好壮大。咱们后期都会不定时的直播，包括后面升考，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全程的直播，大家可以点一下关注。
校史老师又临时叫了几个学生过来了，所以现在的人会稍微多一丢丢。小可，你妈还是在直播间，好好表现哦。四个字吧，钱，对不对？对，钱，嗯嗯嗯，是你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谁了。哦，这个吴家媳妇儿郭家女，对，是的，这是今年的高考班。又不太行我，因为那边没有出去的路口，我们也不敢太过的打扰到学生们上课，所以我们是在门口，就是教室进门的这个地方。森雨迷路同学可以就是在后台留下你的方式，你是高级，之前有没有舞蹈基础，你的身高，你的体重，然后会有专门的咨询老师联系你。来，小可妈妈，我给你对准小可，你看一眼，我给你对准了，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边还有我们的同学，大家都一起加油，我把所有人都给你们摇一圈啊。对，这些都是今年高三的。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定在郑龙老师班啊，这个 UNIQ 我们不去其他班哦，下次我们可以再定其他班，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关注直播间。对，这首歌特别可怕，我已经感受到了。对，校史老师班又过来了几个艺校生，然后现在是都在这个班上体能。对，是的，香水中奖是私信这个安徽五言艺考的后台，因为现在这节晚工已经上了30分钟了，所以这就是大家会在这个体能课上遇到的问题，一定不要偷懒啊，多去踢。软度这个东西是这个三分压七分踢，其实主要都是靠这个踢去开，现在已经很累了，其实你们都能看到啊，小姐妹现在身上都流汗了，基本上头发也就是开始要往这个额头上都贴上了。对，佳瑞老师现在在另一个班上课啊，锦心。家有二宝，我们是在这个合肥肥西县这块，然后具体的定位您可以通过后台我们给您发那个定位。对，是的，一模浅笑。安徽是所有省份考试最早的，今年是在11月25号。李正龙老师班的话是一个普高班。殷秀敏，你家的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对，武文老师今天也在上课，但是在另一个班。家有二宝还没有，11月25号开始，11月25号，安徽金泫雅，11月20，不对哦，我知道徐欣欣，加油加油。7:30开始第二轮的一个抽奖，大家记得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对，这些都是今年应届要考试的学生，虽然说25号就考试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积极的训练。考试的前一天我们将会奔赴考场。不行哦，因为直播是次要，我们不能影响孩子们上课的。晚工体能课不带着音乐的话，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大劲儿啊。对，今天的直播只有郑龙老师的这个班级。下一轮的奖项是沙衣，沙衣。可以的，加油二宝，可以在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老师，然后留一下基本的信息，我们可以给您约试课。如果不是合肥当地，是外市的话，我们可以约线上的。如果担心疫情影响，如果是合肥当地，可以欢迎你来线下哦，欢迎欢迎。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当时寒假的时候我也在。
有纱衣的颜色这个问题问到我了，我不知道具体准备的是什么颜色的纱衣。七点半的话是抽三件纱衣。对，好，这个吓人的音乐又来了。穿黑色衣服的那三位是教师老师班的实习校生啊，是后面进来的。对，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脖子上的汗水啊。现在才30分钟而已，就已经很累了。然后我记得刚刚有粉丝在说，这个东西真的能减肥吗？欢迎你可以在家里面跟着我们的直播间一起练哦。感觉这个歪鱼好像是不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我反映一下你的需求啊，看到时候有没有红色的给你，如果你中了给你邮寄红色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抱歉喽。希望你的姿态通过练习也可以很好，我们一起加油。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后天进行一个这个训练。所谓说的好嘛，舞蹈生最大的勇敢就是说我吃过了舞蹈的苦之后依然选择热爱舞蹈。对，九月的话说的没错，就这种强度绝对的刚刚可以减肥。新来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左上角啊，加入我们的粉丝团，一会儿7:30会有第二轮的一个抽奖，然后是三件纱衣，记得要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哦。那咱们现在开始这个第二轮的抽奖，一共是3位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舞蹈纱衣，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五言上好大学，然后待会儿倒计时开始之后，我们会开始抽奖。来五言上好大学，这个是咱们这轮抽奖的口令啊，大家如果想参加抽奖的，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五言上好大学。好，那我倒数五个数要开始抽了，5、4、3、2、1，截屏。我们一会儿会把这个中奖，好，中奖的是这个 KK 是吧？是啊，不是，是今天也要努力呀，你截图哦，今天也要努力呀，快截图，快截图，然后后台到时候找我们来对你的纱衣。是25届的 KK， 25届的，哦，不是25届，23届的。好，我们马上抽第二个了啊，第二个了，不倒数五个数，倒数三个数啊，3、2、1。是这个九月的花，九月的花，快，截屏，到时候后台来找我们对纱衣了啊，快截图。好，我马上抽第三个了，第三件纱衣马上上线了啊！第三件纱衣，我一会儿再回答你啊，七侠大战菊花怪，我一会儿回答你啊。第三轮抽奖马上开始啊，3、2、1，截屏。中奖的是谁啊？是那个歪鱼是吧？对。那个歪鱼，快截屏，保留你的中奖证据，后台找我们对纱衣。然后下一轮抽奖是在7:50啊，大家多多关注。然后刚刚有一个什么大战什么什么的，我忘了，我翻一下啊。你刚才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好长啊，我都没看到。啊，有一个拜托一定要瘦。好的，我转达你对朱慧玲的祝福。毕业半年长成20斤，你可以跟着练。以后我们的网工直播，你都可以跟着练，跟着这个音乐，跟着这个激情。哎呀，激动 ！KK， 这是二三届的学生。过两天我们会在省考的现场直播，带大家第一视觉去看一下安徽省考的这个整个过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到时候我们会带你们去看一下，比如考前需要做哪些准备，五言的化妆，五言的盘头，五言的考前活动热身，还有五言学姐第一时间出考场的各种这个现场实况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可以哟、哦，因为现在有这个担心有疫情，无论你是不是合肥当地的，来了这边上集训之后呢，都需要进行这个封闭式的一个这个上课啊，吃饭住宿都在学校里面，因为正常来说，哪怕是最早的也是需要8:30才下课。好的，这个歪鱼我们阜阳见，6:00。刚才有中奖吗？如果有中奖的话，你当时可以保留截图，然后在后台找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会给你进行这个兑奖，到时候给你邮寄哦。咋咋呼呼炮长精灵，欢迎你来，然后可以在左上角加入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7:50我们抽取第三波的这个奖项。好的，船长，虽然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阜阳见。对，是的，现在在这个课堂上，这些学生都是考试的，就是我们会练到考试前最后一秒，不会让他们提前懈怠的。好的，私信引发，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啊，现在有好多人又新进来了，通过关注过来了，改个啥名好呢？可以左上角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7:50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波的抽奖。@这个眼镜船长这位，今天我们不直播男班的晚工哟，今天是直播李正龙老师班，李正龙老师班都是女孩子。好的，私信已发，到时候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好的好的，我反馈一下你的需求啊，但是是不是红色的我不敢保证啊，不敢保证，不敢保证。还有机会的，7:50还要再抽第三波奖呢，7:50还要抽第三波，大家点一下这个点亮粉丝灯牌，7:50我们就抽第三波了，还有14分钟。好的，记住你，希望一会儿你手速跟你的运气能在线啊。这个 KK 开心是我们的管理员，大家一会儿可以在公屏上跟着他的口令一起啊。下一个奖的话是送这个舞蹈鞋啊，舞蹈鞋。哇哦，感谢这个船长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的成员哦。还有这个什么 love， 好像是火星文，感谢你送的鲜花。哇，还有人给我们送小星星呢。你就直接点击左上角安徽五言艺考，然后联系五言艺考就可以了。没关系，我教你了，左上角点一下安徽五言艺考，然后点击私信还是什么来着，你点进去看一下。你俩别偷懒，上。你妈妈可在找你呢。他腿疼，你腿也疼，我胯疼，我心疼，我肺疼。卡哇伊送了小心心，谢谢。上助攻小沙拉，刚才有个痣是吧？新来的还有直播，大家可以在左上角就是点亮我们的粉丝灯牌，一会儿7:50会抽第三波奖。梦雨送了两个小星星哦，谢谢梦雨，感觉自己跟个网红一样，在这谢谢大家给我送奖，谢谢谢谢。啊，秋风还关注我们呢，谢谢。而冉冉升起给我们点赞了，谢谢谢谢。阁楼上的天空。哦，可可妈妈又给我疯狂点赞了，谢谢可可妈妈。大家听出来了吗？这是火影忍者的音乐啊，这是我很喜欢的 BGM 呀。距离7:50还有10分钟。
奇缘，有粉丝说你特别棒。对，今天晚工只拍这一个班。的那个奖品，刚才是香水问我吧，第一次奖品中，然后第二个抽到的是寒假营，你可以免费过来哦，免学费上课哦，免学费上一期寒假营哦，记得私信后台哦，提供截图，提供截图，不要忘记。雪花，安徽今年模块四是11月25号开始考试，是在阜阳，在阜阳。哦，现在有好多人来了呢，新来的这个小伙伴们，大家左上角啊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关注，然后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然后一会儿7:50会有一波抽奖，第三波的这个奖项呢是送舞蹈鞋，要送舞蹈鞋。哇，好多人给我们点赞，特别好，谢谢大家。哦，对，是的，一抹浅笑，然后小绿叶儿，我们是合，这个是合肥校区李正荣老师的晚班哦，然后还有几个学生是从校池老师那边过来的，然后那个穿黄色袜子的就是李正荣老师啊，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这个是普高班啊，基本上都是普高生。哎呦，现在这个疫情啊不能等，只能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在跟疫情共存的一个状态，只能是说稍微好点了能送过来，能提前练一练就练一练，但这个也看您啊，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因为没办法，他们这一波小孩感觉从上高中就一直在跟疫情做斗争啊。感谢卡哇伊给我们送了小星星，谢谢卡哇伊。哈，司空正你等着啊，我知道你是谁。哇，又有人给我们点赞了，还好多人来了，需要抽奖的小朋友们，咱们左上角加入我们的粉丝团。这个是基本上是普高生的班级，然后是李正荣老师带的班啊，第三次啊，第几次说忘记了，那个穿姜黄色袜子的那一位就是专业老师啊，是李正荣，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对，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一会儿7:50我们会抽取第三波的奖项。你更帅，司空正，你特别帅。就你的那个我都忘了是什么番啊，那是这个 WN。 好的，我们加油加油。有啊，第一波要去考试的就得走了，第一波去考试的就得提前一天两天出发吧。对，霹雳班是在总部，江湖上流传一句话啊，不是所有的班都可以叫霹雳班啊。哟，这个船长我好想知道你是谁，你又给我送了一个小心心。最早的一波小孩是25号，而第一天考试是25号，今天是20几了，今天22、23、24、25，大后天就考试了。今天赵强老师不在呀，司空正大人。校长老师去找你了，司空正。我给你通个风报个信儿。你可能一会儿让挨打了，我跟你讲。一会儿技巧组合来10遍，剧目跳10遍。哇，好多人给送小心心啊，我天哪。妈耶，谢谢谢谢，好棒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天哪，冉冉升起，这会不会太破费了，我们只是给大家直播一下晚工，不用送那么多小心心，大家就加入一下粉丝团就可以了，加入一下粉丝团就可以了，我们一会儿7:50抽奖是需要粉丝团才能参加，是这个意思啊。
你们送的我好紧张啊。初中升高中走舞蹈专业，你是想初中去考三年制的艺术附中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后台就是联系一下，然后发一下你的基本信息，会有专门的老师给你咨询规划一下。就是心红心儿，然后星星红心儿的这位伙伴。天哪，你们不要送小星星了，我觉得好害怕呀。我们只是给大家直播一下，然后跟大家有一个平台可以互相沟通。八月阳 YYZ 想睡觉，给我点赞了，好，谢谢谢谢大家点赞就可以了，大家点赞就可以了，不要送小星星了，送的我好害怕呀。哇哦，好多人给我们点赞还送小星星哦，天哪，你们没有问题吗？其实我主要是来回答问题来了。还有五分钟啊，还有五分钟就第三波抽奖了，第三波抽奖了。然后第三波的抽奖是抽舞蹈鞋啊，虽然舞蹈鞋没有很贵，但是呢也是想跟大家有一个交流嘛，然后有一个这个反馈，大家到时候可以参加哦。来给大家摇一下屏幕后面，可吓人了。悄悄让大家看一下，小小老师也在。我感觉这个鱼你是不是认识我们呀？现在好紧张啊，天天都是在疯狂给孩子们上课，所以可能老师们也有点顾不上收拾自个儿。尼古拉斯棒棒糖，我们这边现在是安徽省啊，安徽省今年模块四的考试是在阜阳考，考试时间是11月25号开始，11月25号。天哪，冉冉升起，你不要再送小星星了，你送的我们压力好大呀、啊。我们只是跟大家聊个天哦，不要再送了，不要再送了。这个 ZY 西，传达一下你对肖水老师的爱意。肖水老师每次接到这种爱意，都会说：“来呀，我给你上网工啊。”对，这是23届的 ZYC。天哪，冉冉升起，真的不要再送了，真的不要再送了，只是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因为这个好像，因为我不太玩抖音啊，这个好像是不是要花钱？但凡花钱的，咱们都不用啊。就顶多是因为那个抽奖是要加入那个粉丝灯牌，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加入粉丝团就可以了，点亮粉丝灯牌，不用送小星星啊，不用送小星星，点赞就可以了，双击点赞，看到点赞我就知道是在给我们加油了，特别谢谢谢谢，对，点赞就可以了，点赞就可以了。哦，又有人来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情感鲶鱼，谢谢你们过来，然后大家可以在。左上角点一下关注，一会儿那个7:50会有第三波抽奖，抽的是这个舞蹈鞋啊，舞蹈鞋。啊，可恶的小学生！你说的是模块一，模块一推迟了，模块一现在是出了这个通知推迟了，模块四的话暂时还没有收到通知哦，所以我们还是在正常的考这个备考当中啊。别。呵呵别有气氛到这了，你点赞就行啊，点赞就行了，你再送了我也很慌张啊。工藤新一啊 ，YY， 大家新来的小伙伴们，还有阿正，可以左上角啊加入粉丝团，然后我们一会儿抽奖的时候是粉丝团，考的内容不一样。模块一我记得是不是播音主持啊？模块四是舞蹈呢。如果模块一我说错的话，就是大家多多见谅啊，我只对这个舞蹈板块比较了解。对，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啊，模块一确实是播音主持啊，确实是播音主持。
安徽省这边的话，它是把不同的艺术类划分了模块，就跟取名一样，就跟你的抖音号的名字叫九月的花，但也代表了你本人。有的也可以就叫舞蹈艺考啊，播音主持艺考，只是他把播音主持艺考换了一个名字叫模块一，把中国舞蹈艺考叫模块四。这个阿护小弟，好的，我转达一下你对他们的这个表扬。听刘文唱，喊新来的这个小伙伴们可以左上角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哦，我们马上抽奖了，我马上抽奖了，快，一会儿那个运营的这个小姐姐给你们说一下口令啊，大家把口音刷起来。那咱们这个抽奖马上开始啊，然后这个人抽取的是舞蹈鞋，也是有这个三个名额。那我们这个口令就是五言二三届省考大捷，我已经打在公屏上了，大家可以把这个口令打在公屏上，然后等一会儿大家刷起来之后呢，我会倒数咱们抽取三位小伙伴。对，大家刷起来啊，五言二三届省考大捷，五言二三届省考大捷，然后也谢谢大家对孩子们的这个祝福。好的，我们倒数五个数，我们要开始抽了啊，大家快刷一刷，快刷一刷，五言二三届省考大捷，少了届也没问题啊，我看有的人没有打届啊，没关系，五言二三届省考大捷，五四三二一，点截屏。好啊，这个是谁啊，冉冉升起，哇哦，点了那么多小星星不枉费，快快快快截图，冉冉升起，然后你可以领取舞蹈鞋，快截图啊，我马上要把手机挪开了啊。好的，我们抽第二个了啊，我们马上抽第二个，倒数三个数啊，三个数，三二一，截屏。好的，第二位来了，第二位是这个九月的花，哇，你跟我们互动特别的多，然后确实抽到你了，快快快截屏，九月的花，五言二三届省考大捷，抽到你了，然后是舞蹈鞋，后台记得联系我们，要给你邮寄过去。好好好，我们马上抽第三双，马上开始，倒数五个数吧，五四三二一，截屏。魔浅笑，哇，今天跟我们聊天的特别频繁的人都中奖了呀，好开心哦，恭喜一魔浅笑，恭喜一魔浅笑，快截屏，这是你中奖的证据啊，一会儿后台记得去找我们的这个人员啊，去工作人员去领取啊。好的，大家中奖的都记得截图保存，然后私信咱们这个后台，安徽五言艺考的后台啊，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都可以私信我们的后台，都会有专门的老师为大家解答。然后我们还有八分钟啊，这一场晚工直播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沟通啊。不用刷了，抽奖结束了，尼古拉斯棒棒糖，当时也谢谢各位的祝福，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公屏上刷的不是为了中奖了，而是为了祝福五言的孩子们，我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我们孩子们的祝福，谢谢，特别的感谢。啊，又有好多人给我们点赞了呢，海棠果，新来的，还有我吃鱼肚，猫吃鱼，阁楼上的天空等等的，Rose， 大家可以就是把想问的问题呢都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还有猫，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尽我所能，我知道的我跟大家说一说，奶盖七七，追风筝的人。乔幺五啊都可以，姚羽凡，大家如果对五言艺考或者是对舞蹈艺考啊有就是想交流沟通的啊，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打出来你想了解的信息，我们做一个交流。哎呀，好难过哦，没关系，也中了纱衣呢，我甚至还记得你想要红色的，是不是 Hannah 刘 OK， 来我给你转一下啊，郑红老师在这儿呢，天哪，刘郑老师在这儿，天使，谢谢你对于我们五言学子的祝福，谢谢。你们可以听听这个喘息声，特别吓人。要是慢就死了，各位。
要是慢点死。来，我带你们看一下幕后大佬在哪儿坐着呢？幕后大佬在这儿坐着呢。对，祝五言的孩子们声考大捷，谢谢梦雨的祝福，我们感受到了。哦哇，来了来了来了，这可是普高生啊，同志们，这可是普高生啊。估计是不行了。校长老师问你谁呀、啊？别让他知道，知道你就来上晚工。哦、YYZ 想睡觉，关注了我，关注了我们啊，对不起，我在那说话，我以为这是我的抖音呢、啊，开什么玩笑？半岛铁头啊，大家新来的这个小伙伴吗？可以就是把想了解的问题在评论区里打一下 ，Lucky Boy， 新来的如果想要有交流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里打出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现在其实算是技巧了吧，在走的是平段。啊，对，后来的 Hanna 刘，我觉得你很眼熟。一会儿跟郑老师表达你的意愿啊，看他愿不愿意啊。嗯，这个班是普高班，但是后来又从校职老师班来了几个艺校生跟着上体能课。所以现在不说班了，现在站在这个客观的这个班级里面是既有普高也有艺校，现在在转的都是普高生啊。尼古拉斯棒棒糖，对，我刚刚回答了一下你的问题。 Oh my god， 这个 love 伪装，我不知道我念不念，我要念错了你不要介意啊。天哪，别送鲜花，求求你了，但凡涉及到钱的问题咱们都谨慎好不好，你就点赞就行了，你点赞就可以了好吗，谢谢。天哪，我终于感受到了所谓网红对于榜一大哥的这个好，谢谢了，可以了，谢谢了，谢谢，感受到了压力你知道吗，求求你了，别生气，不要再送了，我们不行 battle 啊，我们不行 battle， 点赞就行啊，求求了，寻着送股，谢谢你关注我们。然后我们过两天啊，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要去阜阳去代考了，然后我也去，然后到时候会给大家第一线直播整个省考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考前去做的一些准备，然后去带大家踩一踩考点，然后还有就是考前各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到时候考前的这个化妆、考前的盘头、考前的活动热身，还有我们送考，还有在考场现场的一些叮嘱事项，包括孩子们出来，我们都会在第一视角。哎，现在转的是艺校生，刚才我看谁跟我说要看艺校生评传，哎，这是艺校生的，快，那个小令，蔺相如的令吧，我记得，小令去扑扑，快，刚刚那个走过去那几个是艺校生。哇哦，汉娜刘，我好像感觉你不仅是郑龙老师的粉丝，你也是我的粉丝，你还给我点赞了，谢谢你，谢谢你。多吃易胖美美，新来的这个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想交流的问题在评论区里打出来，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大家就是一起沟通。哦，谢谢小令去噗噗，刚刚有那个，等会儿艺校生来了，我再告诉你哦，我再告诉你是谁，然后你可以就是看一下他们。天哪，居然有人说我声音好听，他们说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谢谢你的表扬。不吃萝卜的兔子，不吃胡萝卜，我正确理解你的那个图像。谢谢点赞，秋人逆风新来的这些小伙伴们，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一起交流。在现场能感受到那种破风的声音。浙江的话，每年是12月初左右开始考试。其实一般来说集训的话是需要根据孩子们的舞蹈基础以及你的舞蹈考学目标来定制私人的一个考学规划，你基础好、哦、对吧，然后可能你练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啊，那如果你的基础如果薄弱一些些，那我们是不是就需要把训练的时间放得久一点呢。啊 ZZZZXL 丽丽关注了我，哎，关注了五言安徽艺考，谢谢，刚才是韩寒吗，
九月的话，安徽的话，安徽是11月25号考试，去年是10月19号，基本上都是在11月的中下旬，所以在考试之前，我们可以就是根据孩子的基础跟考学目标来定制一下考学的规划。对。我们阜阳的话，我是作为先遣部队啊，先遣部队的话，我可能大概是23、24就过去了，第一批学生可能是23、24，我们慢慢来，后面的学生如果你不到考试的话，我们还是留在学校继续学习啊，继续学习，不要耽误，考前多上一节课都是有用的。来，艺校的来了，暗杀艺校的来了。九月的话，集训的话是在考试时间往前啊，11月25号往前，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嗯，我觉得如果普高生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是不是也需要留6个月的时间呢？因为省考的是5大项的一个内容嘛。像安徽省的话，第一项是15分的这个身体形象，第二项是50分的基本功，第三项是15分的技术技巧，第四项是20分的节奏，第5项是剧目。就算一个月学会一项，再留1个月整合，可能也需要半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是说你的底子很弱，你一个月没有办法保证你学会一项，那你就把时间留得长一点，避免小孩子的压力太大。对，我们如果说最早的话，最早的一批是2月底就开课了，2月底3月初你就可以过来了。后面深蓝色衣服的也是艺校的，这个，刚刚有人问我暗杀是吧？这个也是艺校的，能看到我的手吗？然后现在这两个也是哦。感觉大家好像是在看炫技，如果你3月份来也可以的，因为我们已经开课了。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我看大家好像对于孩子们的技术技巧蛮感兴趣的，我们可以稍微延长一点点直播的时间，然后等到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看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尽兴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下播了。就是我也是没有当过主播，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嗯，江南徽客，我们五言的话可能不会说提前太久，就是比如说你是28号考试的学生，那可能你大概26、27再去，在这之前学校都还是有课程。就我们是分2波啊，一波是带队的老师，一波还在学校正常上课的老师。小刚新，嗯，对，现在都是23届的学生们，现在都是23届的学生。Heart Warm，嗯，好多人都新来了，嗯，新来的小伙伴们可以这个木马。